要给他看一下。其实我还是买，就是我缴过一次学费，我知道还是不要买二手的。因为我那个是为了这现在这个工作啊，他有时候要比较早出门。嗯。哎，那时候那么早的话，没有公车，也没有捷运啊，不方便。临时买。8000块，你还要求什么？啊，八千块。对啊。他是20年，但是没有什么骑。我那一次有人弄买车不骑。我那一次买那一台豪迈之后，我就吓到了。车子还买新的，你看我现在这台那个劲风光从蒙阿波骑到现在啊，很顺。你为什么不想买那个 GoGo 的？不要，现在大家都骑 GoGo 的。对，还是传统的机械比较稳定。可是机械的话，就常常换那些什么油啊那种。GoGo 其实我觉得会怕那个。没声音啊。不是没声音，是电池的问题。没电啊。所以只有买那个绑那个比较。距离比较远的，不要买那种距离很短，省那个钱就会不够用。而且电动车修理起来比油车还贵。那你说，我觉得台湾现在卖那个价格还是太贵了。对啊，一台快10万，9万多。你9万多，我明天去买油车。9万多，然后扣掉补助之后还有大概八万。因为才补助18000而已。所以说也不划算啊，你一台骑油车啊。我像有100块，我也骑10天啊。我像上班，我只要不要去洗温泉，上下旅游可以撑一个礼拜，多一个礼拜。我可以充我今天加油，我可以到10号发薪水。我觉得是因为你这个距离比较近、啊。对啊，所以说我划算、啊。我的距离比较远，大概一个礼拜要加一次。嗯。因为我要骑到市政府那边。嗯。市政府还好。那你都要几点出门？我大概都6点。6点差不多。下去还会稍微摸一下，因为。好暗哦！我像停车场早上都没有灯，暗摸摸。那、你那边有机车格啊？6点应该都有位置。没有一个停车格。对。本来每个住户都重新规划，都有一个机车格，都被你们其他人停光。我都停外边了，我被赶过完了。就是被其他人停光了。对啊，我的那个你在7楼有一户，就是7楼一个阿桑，他的儿子不知道第几个儿子，还在就只有那个儿子，跟他媳妇住在顶楼家在那边，他们家摩托车好几台。这样子哦，知道他们家是不是有养狗？我不知道有没有养狗哎、欸。因为他们家有，他们家是7楼之四吧？之五吧？反正大概好像是小间的，所以才会住不下，还要在顶楼。他顶楼还好，我那边有听到他们有养狗啊。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养狗，我没有看过他们牵狗哎、欸，应该不是他们，可能另外一户。反正我来说我就被赶过啊，因为那时候好像是。一个那个叫18%的管理员嘛，他就是说有一个管理员，他是公务员退下来，不是开宾士车嘛。那个阿北之前跟我租车位，后来最后他不做，就欠了我一个月的停车费。就他哦。对啊。我都知道18%。看起来人很老实，结果没想到会做。他滑票变呢，打麻将、交女朋友什么都会。连那共匪都这样，不能相信。我是没有种族歧视的，但是我觉得现在就是我就你没有提，我都还没有想起他哎、欸。对啊，18%那个，我们的管理员就18%最有名啊，哇，开面珠啊，爬梯的，然后去到处打麻将，或者洗住。对啊，你还记得啊？那个18%他已经退休了。他后来就是绕跑，人家来讨债啊，绕跑了、啊。他到底是寡掉木寡掉？就是说他们就我是那个黑的。承租我不是所有权人，我机车不能停。为什么拿我的筷子干嘛？不是，我要把我这个叠起来。哦，叠起来。我的筷子。没有。常租。你是那边我住户吗？我是承租而已，我不是。没有，因为那边的车位很少。对，像这次不是说又要重新弄那个吗？因为我现在觉得说停外面比较方便，我随便一丢我就进来了。是下雨的时候就不方便，然后穿雨衣干嘛？无所谓，对我是。像我现在有在骑车，我就觉得说，如果你要停下来，然后脱雨衣啊，好像就至少有个屋檐，对，那个那个有差，你可以准备好。真的很麻烦。你可以准备好再出门啊。哎，我的肉结束了，也肉。吃完了，真的快。对啊，你看就把它摇干净。我因为我不加汤，就刚好就是可以把它清锅底啊。其实你可以把它拌下去煮，就可以变粥了。嗯。日本人都是这样吃。好啊，那是。
就把肉捞起来，直接把饭丢下去煮。其实你可以就捞一点葱花，把它加就有味，比较有味道。很香，怪怪的，试试看吧。就拿点葱花。对。哦，这样子会比较好吃。哦，我儿子昨天我小时候，跟他女朋友两个人去吃小吃天堂。哦，小吃天堂不错啊，有听过了，忘记是什么店。都没有找我这个老妈去吃。啊，都有老婆没老妈，就是安尼啊。啊，查甫人就是安尼个，生囝上无效啊。最好先无啊，先查某囝较友好啊，会去把那个夫家的财产都搬回去啊。我妈就是很孝顺啊。那也有财产让她搬啊。但是她会找金龟婿啊。你爸是金龟婿吗？是啊。所以我妈的恐惧就是怕我的老婆把我家钱搬光光。你妈应该也是很有桃花那一种。我妈是读会计。学会计的啊，所以说他钱脑筋都很清楚。你用汤匙啦，不会。没关系，给他洗一下。你不加点葱花？不要。这碗肉是这样。反正还有酱，加点大蒜酱。嗯。我可能小一点，我可能稍微大。好吧，那我从小一点。这样好不好？你看一下。用我的汤，等一下就废了。其实这样我等一下可以打包回去。汤吗？没有，就跟粥啊，就牛奶粥啊，牛奶粥啊。我刚刚应该点饭了。嗯。千金难买早知道。嗯。那几点？没有在录影吗？这是现在几点？应该才没有两个小时吧。应该是。嗯。才一个小时。嗯。一个小时左右。对啊。嗯。再想想。嗯。好棒。我还好。粥，牛奶粥，我来拿，再拿包裹。你汤不够，我汤可以给你。不用，我不要汤，我就是这个汤。吃的牛奶粥。你刚刚红麻酱好好吃啊、哦！嗯，他这吃火锅要蘸酱和红麻的，吃起来比较浓。嗯，还好。我要再煮一下，比较干一点的。好吧。他的进度还有那么多，他汤还剩那么多。对啊。我加汤。煮很少，我喝，所以我不很少喝汤，因为是牛奶过的。牛奶锅比较好，所以我通常不会发作啊，吃一点，吃一点，然后。就是吃。吃肉，痛风比较容易发作，它会诱发。你有试过？因为有那干贝，就是、那個、对，让普林脂比较高。海鲜啊。对。嗯，不错，牛奶粥。好吃啊。嗯。不错吧，我都给你意见。对啊，不错啊，还第一次开发这牛奶粥，因为我每次饭吃不下，我打包回去，我没有丢下去煮。可是这样子就没有意思啊，我又没有菜。对啊。剩芋头还没吃。你芋头还没吃啊？啊我第一波就把它吃掉了。是啊、哦。嗯。因为我很喜欢吃芋头啊。芋头很好吃吗？有什么这样？芋头。南瓜我都喜
吃起来好绵绵绵的。再舀一碗，哦，很香很香的牛奶。但我的汤比较好喝，不会那么黑。嗯、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油？因为我加了很多料下去。我刚才有加蒜头啊，然后有加醋，有加沙茶、啊、酱料的味道。所以我把刚才那个。把那个沾肉的酱料丢下去。这样好喝吗？还好啊，牛奶味没这么重。不过你就用我的。没关系，我用这个碗，先把它装到碗边。这又实验了。这跟韩国人打法，那最后弄成炒饭意思差不多。对，就是把那些锅底都平平。真的，都不要浪费食物啊！毕竟大家日子也不是多好过啦，浪费食物会被添钱。真的。就是说我顶多我就是宵夜再把它吃掉就好了。你要不要关火？啊，要不要关火？关了，关了。好，那我把它关掉了。因为我其实我也不太喝多烫的，我有滚就好。嗯，那影片拍出来都是烟。哈哈哈哈哈。下来。成仙了。对啊。有趣啊！然后我当 YouTube 当了。我当就是都是放 YouTube 的影片啊，我今天按摩录到66分钟，有多少人按赞？只有看人家看一次啊，没有人按赞。昨天晚上，昨天晚上夜班就是第一个嘛，那个蜜可颂的铁卷门小高也没帮他关，然后后来摩斯汉堡铁卷门。他们店长没有把底下的塑胶箱移开，然后铁子门下就把塑胶箱压到铁子门变形，那就两条事情了，就跑到1点多啊，然后就没有，都有人来。智慧哥是前天，昨天晚上都没来。对啊，就是半夜事情比较多啊，本来我要开始打瞌睡了，就有人来报案了。报案。对啊，报案了，我就赶快出发、啊。啊，刚好机动队也赶到了。对，等一下，现在装个一碗一大碗。这边有肉。我们要没有用到。我今天用那个胡麻酱。我今天有加蒜头。蒜头下去都有、啊、我有蒜头，有萝卜泥，有辣椒。对啊，这些都很丰富啊。你要下次去那个吃烤鸭的时候，叫个半只跟你们小朋友一起吃好不好？一鸭两吃，不然就是。我们家小朋友的班，我都搞不清楚要怎么说什么。就你们家要聚在一起不容易。你老公晚是问他太多又不说，就说妈妈都说。干涉太多，都干嘛？都。人家休息都没有想到他拉我。对。出门可以把狗带出来。阿康阿姨。这狗餐厅应该不行。比较不方便。对啊。因为他如果看到好吃就。不是不方便，是店家应该不会答应。上次我跟我朋友约在士林啊。嗯。他们那家店就不行，他女朋友在那边打工啊。好。我们两个都不能进去啊，狗狗也不能进去。嗯，因为有时候怕狗在那边乱，啊，它因为狗比较容易失控，它看到吃的东西，它就直接就。我们那个不会，我们那个很乖。你要给它吃，它才吃，它不会说随便吃。而且我们那个不吃别人给的。不过他还是要出去多一些朋友，可以闻一闻味道，他会比较健康嘛。啊，走一走，我那天不错，那个有个人刚好牵了3只啊，他有再叫一下，打个招呼，这样也好啊。他比较不会不死，因为关在家里，因为六楼张正明他们家西楼就咬过我，我去他家聊天啊、唱歌啊，他们家狗就咬我啊。
陌生人他就咬你。不是陌生，我常去啊，他咬我啊。还是有点狂，就真的会咬。他是有点类似躁症嘛，这样子。躁症。他有关久的，没有晒太阳。没有，不是躁症，这狗还蛮乖的。不过就是说，你运动量也要够，是吧？它够啦，昨天都快被我们超惨了，后来回来就是昏睡。这样最好。早中晚走了三趟，加起来应该有大概超过三个小时以上。那你带它出门是几点？我早上一次是大概8点多，一直到快10点，后来回去就休息一下。就问我说，我儿子说，哎，因为我儿子9点多又出去，跟他女朋友出去嘛，然后中午的时候回来说他要带狗狗出去走走。结果我就出去吃我的午餐了，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带了多久之后回来。结果还是带他去走来走去，所以他运动量是超。我一下我就带他出去，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儿子说：“你干嘛一直带他去走？我们中午才带他去走哎。”他累惨。他这样运动量够，他会比较健康啦。啊，累了就睡觉啦，就不会。他昨天真的累了，就是一直睡。嗯，因为他们狗本来就是比较好动。然后我昨天下午那趟带他去走的时候，我遇到。一样养柴犬，跟我们家一模一样。他拿那个照片给我们看，我是觉得还好，我没感觉。没有，就是说你主要有的说很像，可是上次我今天每一只都很像。对啊，没有，我还是觉得我们家那只最可爱。它蓬蓬的，乖乖的。它对啊，有的狗会比较脏，有的。我们那只的毛，每个人看到都都夸奖。那它有送美容院吧？为啥？他总共才去过两次而已，才去过两次。他之前都是我自己洗的。长相都很像，每一次都很像。是有丑的跟漂，丑的跟漂亮的，还是有差别？不相信你问他，对不对？嗯、很近，都一样的约克夏，一样的马尔济斯，可是还是有丑的跟漂亮的。刚好你那一只是漂亮，而且说它蓬蓬的，很漂亮。对，它不会有的会脏脏的，会塌塌的。对啊。啊，但。这毛好像没有那么顺啊，嗯、慢慢的才八个月，对，就是干干净净的，斯斯文文的，像你这样。台北小孩，哎、我看我是最喜欢留大胡子啊，我在工地就是，可是你也没有留过整个大胡子，我留一个月就剃掉了、啊，为了磕皮的，都是磕皮的，为了磕皮留一个月胡子啊，当选我才刮掉，当磕粉，对啊，现在变韩粉了，韩粉不玩了。我看圈里是不一样，我就过了、啊，一阵旋风、啊，一阵风，一阵风过去的时候啊，奈安呢？而且他就是百分百的政客，啊不是啊，没意思的、啊，你选到后来国民党都垮掉了嘛，他把国民党害死，那、啊、国民党就被吴敦义害死的、啊。啊，都垮掉，你看完蛋，一个党完蛋了，你带一党自己把自己打跑死了、啊，本来我那个时候我6月1号我有去跟拿回国情，哇，好棒啊，好高兴。我想他策略错了。第一个嘛，整个党都打成一团了嘛，不要说什么，他自己如果不打，本来不是那个郭台铭出来选，啊，不，郭台铭的话，他是给马英九、郝龙斌煽动的啊，他给郝龙斌8几千万啊，或马英九几千万啊，结果他觉得被当冤大头了、啊，所以说整个国民党就内斗内行，他对外偶尔打一次胜仗，哇，他们也是分党分派，分了小派，因为本来。你搞到后来，你本来就已经没有资源，你没有党产，你没有资源，人家跟你要东西，你拿不出东西来嘛？啊，拿不出东西来，谁理你嘛？然后就像说我跟妹妹一样，我有办法切半只烤鸭，让妹妹都主要。很怕你今天吃什么？我今天吃啥？我吃炸酱面。吃炸酱面？没有啊，就是来聊天啊，至少人家会挖过来开杠啊，这样子啊。就是说你交朋友，人家会觉得说。你可以让他接纳，啊，不是说整天只有亏他而已，啊，亏他会烦，那叫性骚扰啊。你说你说好、啊，你要吃什么，拿给你吃啊，然后拿给你好、啊，就这样 ，OK， 然后就好朋友就这样子啊，距离 OK， 距离对，他跟你保持友好关系，你相对人气，就像我们白天班，他骂清姐是骂到人家辞职啊，我也是骂清姐，没送我也没送白醋啊，三八鸡啊，丑啊。大呀！我骂啊，骂完他乖乖做啊，因为我骂的有道理啊。你都别跳丢了，我告诉你们，搞笑啊！他都不会叠椅子，又跟后来走，他没有概念，我会做，我就搭着他们做，乒乒乓乓一下就好了。他们可以，他们早早就可以下班了、啊。我是接的，没有，我们那边布置场地啊，然后我们要晚班要收场嘛，
那、啊、他清场就是说他们活动结束要收桌收椅，可能会打扫不见会搬桌椅的。啊，没有啊，他没有认真学啊，他学的话，对，啊他又急，我就跟他吵架，两个人都站在路边那吵啊，干嘛呀？看你俩吵啊！啊，因为你知道骂一骂心情，就是那种。啊，他很强，那个都没有心机的，因为我就是那种都点点都不爱。因为他被我骂到后来都不跟我玩了，我以前还进去改比狗手啊，嗯，就像青姐那边我跑去跟比狗手啊，弟儿不客气儿，上哪里？那个青姐也会骂。啊，对啊，然后就吵，大家吵架，吵一吵就舒服了。因为我跟他们那个班长秀琴也是啊，说你娘啊，就穿回头去啊，你光对我左边边边边好，说你好拜我倒倒去，就这样子啊。你也算不错了，还会帮忙。因为我觉得说，我不要做我早班那种模式，那种模式得罪人。我该发飙，我飙完，你事情做好，剩下我来慢慢弄，因为我可以做到明天早上六点钟。有啊，我们早班他不这种事情该处理他。挂那，然后马桶塞住，洗手台打开洗内裤，大便全都流出来。因为我们每一搞三个钟头，大便也搞那间厕所，太每一搞三个钟头在清理。啊，每一搞我啊，听讲恁多啊弄不出力啦。那清洁会流动率很高？不会啊，固定啊，因为这之前被骂跑都跑了。因为真的很累啊。啊，对啊，就是不会处理事情的人在领导。啊，我赖他这样，但是啊，跟前天刚刚。你这个就要通报说这个大便爷爷是导失智老人，他会失禁，他会做出那种举动。他在作画。整条贴上去，你想那种，你心我俩公，我后来不是有传，有传给你吗？我马上骂了快三分钟啊。那你骂也没用啊。有用啊，不来了。你就不信我，就不信。有用啊。有惊喜。啊，反正我顶多我那一天是。骂那个洗手哥，刚好一个小姐迎面而来，你怎么在骂我？我在骂，我感觉有你嘛。然后啊，我就被投诉了啊！不，刚好是那个人，不然我就骂那人家没讲话，因为他不洗澡。那这样会被扣钱吗？没事啊，我就说、啊，态度要温和啊，口气温和，态度要坚定。我就拿着警棍说，那个智慧哥，我没有恐吓你哦，我劝导你哦。我没有恐吓你哦，你要不要捅屁屁？不要嘛。哦，我劝导你哦，对啊，啊那就躲到别人，那就好啊，我们劝导哦，我你知道我们那附近有一个，我们现在住的那个附近，最近没有看到，嗯，大概几个月前看到那个一个男的，嗯，就是漏尿，真的，我不是躺在我们。55号那一楼不是有两间吗？第一间教会吧，不是教会旁边第一，那个中间是卖布，然后第一间不要卖什么的，那一间的前面的七楼，我靠，真的哦，那更早之前是有一次，我就走在大龙街上，然后我就是本来从那个圣家那个方向走回来，要往回家的方向，就那个人是要走，跟我刚好是反方向这样子走，然后就突然间我就看到了。他应该不是漏给我看，可是我就不小心看。他就习惯把它打开就对了。对。我把他 po 当网红啊，哇，好棒哦，这个叫做那个。可是这种已经很久没有这种了。我小的时候。低斗靠六两侠。我的年代小的时候，这种的人就蛮多的。我没遇到，因为他有一点的。看到你就赶快包起来，不敢露出来。没有、啊，因为我都穿制服嘛，啊，制服用擦可以吸啊。哦，很简单，先录影，先生，你涉及猥亵，哦，我现在以现行犯逮捕你。然后把他送去警察局那边。谢谢。嗯，刚刚洗过空嘞。哦，这个汤刚好，凉不要凉比较好，刚刚太烫。他这个算是涉及猥亵，公然猥亵。就是也是这样胖胖壮壮的。哎，我的天啊！哎，有时候你靠胖点走，是不啊？我就讲我门口那个，你看过那个啊？杀人犯又糖尿病，他、啊、又有妄想症。啊，不多啊，人家不管把他怎么样啊，他也没怎么样啊。啊，管委会不管怎么样啊。是他失控。他不是跟我们牙起来那。啊、我去吃冰淇淋。啊，你慢慢，你今天吃夜晚了。我喜欢吃冰淇淋。你喜欢吃冰淇淋。然后去日本、去韩国，那么冷，我都一样吃冰淇淋。这样好啊。我说，他是里面我都怕，这样不好，然后又怕死。哦，味道。我他在大雅，我放假我不理他了。他今天是大雅。大雅，
以前的年代是大摇摆握的时候不会这样，还蛮正常的。他就是旺的时候，他就妖魔鬼怪转来嘛。对啊。昨天中朝金，谢谢。对啊。没想到中朝金跟以前一样。哦，这是健康地区。没事。啊、我不知道怎么样就不能用。我在另外开玩笑，我在吃这个。你找谁先讲？啊，一点没用，我开玩笑。不错啊。这个昨天事情就过了，啊，一直怎么讲？嗯。哦。不是啊，我们很多女子都不是计较，就是就像像下面得到的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啊，你不意，不是应该很实在，你自己不知道，就是自己给他嘛，就自己下的，再给他，因为啊，我吃冰淇淋，对，他做不到啊。你要吃冰淇淋？我把锅底浇面料就给你吃啊，扣分。是东西啊，谁买的嘞？不要让我压力很大。这一碗比较烫，然后这碗凉点刚好吃。我刚才真的好烫。莫名其妙，就准备广东的锅，我叫你就不吃哦。不是，我在咖啡，叫咖啡会好点。我今天没有那个红豆的，真的是太可惜了。我今天没红豆，那红豆配抹茶最搭。哦，对，是传统口味。芒果也不错啦。啊，对，永康街你熟不熟？要不要从头吃到尾？芒果那个二号的芒果皇帝，吃到一号的那个高记，再往里面走，再来吃到。爱国东路的老张牛肉面，还有很多。我那边待三年八个月，牛肉面我都吃了七八摊。这高记最好吃吗？我吃是高记的，啊，鼎泰丰快200了。没有，它最贵的是虾仁丝瓜小笼包380。他那样在那边可以拼得过那个鼎泰丰？生意差一点点，但是说比较吃起来比较便宜，因为。鼎泰丰是排队排的一塌糊涂，受不了啊！他客人都会在我们工地那边丢烟蒂。我有一次，一个杯子嘛，我可以捡到半杯都是韩国的烟蒂。韩国人？对啊，他那一团韩国人在等公车啊！啊，他们到鼎泰丰都会投诉我们工地啊，我们那个大卡车停砂石车停在门口啊，也不是停他们，就停在我们的门口，可是会妨碍他们的那个游览车下客啊。我们每天都警察来啊。看谁大咩啊？哦，你搞哭起来嘛？哦，你搞哭起来嘛？刚才几啊遍，你哭起来嘛？吃完那样之后，可能前一天也不吃饭。嗯。我还没有试过从第一间吃到最后一间这样。慢慢走啊，就吃一吃聊。像我都是那个芒果皇帝嘛，啊，在那边坐一坐。我那次带活的人去吃啊。有啊，在后面啊。回玄屋了。反正就肥字头嘛，啊，那个那个永康街也有肥字头的，肥半屋跟肥前，哎，肥半屋跟蛮贵屋啊，忘记了，反正就是有两家蛮的。这边这间是肥前屋啊。对，我吃过一次，然后京都屋是倒掉了嘛。京都。对，京都屋倒掉，我跟陈彦君吃过一次倒掉，然后走到长安东路就是那个蛮贵屋啊，那个老店啊。那个鳗鱼饭哦。那你下次去吃肥前屋啊？嗯，好啊，还是看在，还是你要拼到腹肌，找个中午，陪家。我没有办法骑那么远，那都山路，我不敢走。不会，那不算山路，那个灯会大道啊。找一个多。我没有骑过啊。没关系啊。慢慢骑啊。你都直接要行，然后到一个休息站休息个20分钟，让机车等。渔港吃你会觉得不一样。因为尤其是又是傍晚那个落日渔港渔船缓缓进，哇，那个很棒。可是我都是休假日，车子会很多吧？你就不要非假日就好了。非假日我没有休息啊。你是休礼拜六礼拜天？哎，你周休二日？嗯，那也可以啊。也可以啊，就排一天啊。应该是礼拜天会比较早。啊，礼拜天你就是看10点钟出发，11点半到，
还是九点半出发，还得十一点到啊，吃一次赶快跑啊，就是安尼尔。冬天去好吗？也还好。东北季吧。对啊，主要你要戴眼镜，要戴个眼镜，因为那一天被那个雨水打的眼睛好痛。要面罩。有啊，那个有啊。有啊，那个那天我跟他去，就刚好那个从我的左手边，一直砰砰砰，哇！那是东北季风啊，那个受不了，眼睛好。没有面罩，当然我没有，因为我有一个那个风暴兵的面罩，可是我没有戴眼镜啊，我没有戴那个风镜在挡风嘛，因为风镜戴下去我比较看不到路啊。所以说你这样很难做。对啊，就撑到那边啊。那雨是打在脸上。嗯。那个。从长期，现在可能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搞不好明年会换车啊，他一定会换车。那、你们家有汽车吗？没有。现在通常会租车给那个，租车位给那个18%。啊，所以说你们是把汽车位租那个租给18%、啊。对。哦，啊，所以你们家里没有汽车。哦。因为我老公觉得那个。以前有啦，我觉得那个不好，他没有在，很少在出门的。哦，所以我看到他骑脚踏车啊，因为他就在少女家附近而已嘛。民生东路现在？民生东路也没多远啊，几段？3段。啊，三段也还好啊，那为什么骑脚踏车不骑机车？三段也是有段路啊，那个很累耶。你知道他的机本来也是有机车啊，他那个就是那个。人可以淋雨，但是车子不能淋雨，车子顾得很好。啊，要不要把它包起来，然后又有车棚。他那个车看起来一台就像新的这样。然后那时候我们，现在话说也20几年前了，有个邻居，以前我婆婆他们都是很海派，常常有邻居来我们家吃饭啊，那个喝茶聊天喝酒。串门嘛。对，然后就有一个邻居啊，脸皮就比较厚一点，就是跟我老公借车，跟他儿子要借车的，借一次也是非常好，就常常要借啊。然后我老公说：“那卖给你们好了。”所以说他你老公说，那卖掉之后他就不想再骑了。中间后面也有买过其他车子，他也是骑不长久。没有，很累。我早上上班过，我需要续职啊，一个半钟头。母子就要买送啊，等到我那边离开我才。是他可以变脚。不是啊，如果觉得不好啊，你们这个有年纪了，不要一直骑。那个时候都是讲计划嘛，就骑就偶尔休息骑一下 OK， 但是你每天都这样。然后后来我是觉得工厂骑脚踏车巡逻最方便，因为它没有噪音，你静静的骑过去。去抓小偷很方便，不过他停车场下去之后，你要坐电梯上来。我那时候在汐止布工厂嘛，后来我才调去东湖当储备干部。你现在后悔没有学开车？哦，不管随便买个东湖。卖工厂，你就租个车出去溜一溜也好啊。对啊，现在年纪大了，要考那也考不上。嗯。还是买到车雨棚的机车。车雨棚的机车是什么鬼？有一种。这种是自己后来改装的吧？说呢，你不是有看过日本有一种机车的汽车？有啊，那一种。我那天在那个到圆环那边有遇到一个先生，他那个是重机，他有加雨棚加雨刷。那个会比较好。他是说要叫重机的牌照啊。哎，什么谁？哎，什么谁？拍到小野。他开到10点，牌照很简单，他去考。对，只是说你养那个车啦，有些人就觉得养车比较累。算了，没关系，有摩托车我已经很开心。因为你主要你有个摩托车上班下班。对啊。啊，我像我没有摩托车，我没办法上班。我像如果我从我家走到火车站，要超一个钟头嘛，慢慢走吧。不用一个钟头啦，大概。半小时半小时上班就没力气的、因为我上班半小时是45分左右，就看你走的速度。因为上班就直接从门口一丢就可以，不管是你们还是我们，一定都要。对啊，走路我的话，因为我还要去跑别的点，不一定都在。对，你要你们要很多资源啊，不是固定点啊。我是那个机动的。哦，你是机动班、所以说你要不要背装备还是不用？备装备不用备装备，只要去人去就可以了，用他们的。因为他们那个有货车，有载那个洗地的啦。我没有做到那么困难的。还有洗地我玩过一次，至少一半
一般办公室。有啊，我他们优福介绍我去啊，一天1000块啊，我砰砰砰太便宜了吧？他们应该不止。因为我玩过那种打扮，因为他那个有个绿豆就随着他砰砰砰吃到的话很累。我那次玩过一次就很干。应该不止1000块。没有，就是好玩嘛，就是人家介绍我去转个，我试一下。我还有一次跟那个割草的阿北去在我们建北那边割过草啊，还被我们保全赶啊。因为我是他对面哨，我是跟着那个挂靠啊阿北去玩啊。他认不出你。我不熟啊，因为有时候你玩到丢干，很辛苦，真的很辛苦。很辛苦，真的啊！你说为什么年轻人不做保全啊，不做清？不会啊，也是有啊。年轻人越来越多，但是说、那個、缺工还缺很大了、啊。那些我真的应该是做保全。我的应该是多少？他叫他先帮我们算。没关系啊。那个在做啊，做，现在几点？不是，我要先走。哦，你要先走，那，你问等一下，那先帮。他应该现在几点？你看几点？因为我怕我们家怎么倒在。倒在。8:41。8:41，那你9点前要到家。哦，那。